对他们的成长故事一定是更加的了解，一定是非常迫不及待要想与他们见面了吧。在这边呢，我就要邀请我们现场的嘉宾赶紧将你的目光焦点就是我们的后八入口处，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而不间断的掌声欢迎他们再一次亮丽登场，掌声欢迎他们。身旁。
咱这个金花嘉宾做来唱片可以台湾好。你是起来啦吼，我嘛唔知有啥物节目啦吼，唔知是要甲我创治也是啦，但是我相信我今仔大家应该先讲几句话啦吼，啊唔知大家食饱未？阿妹啦吼，安尼不要紧，阿妹食饱之前听我讲就好啦吼。新郎吼，我是新郎的同事啦吼，黄礼庆先生的同事，好啊，志玲小姐是温某，兆丰联凯记录卡公司的同事啦。当初我看到礼庆来阮公司的时阵啦，我感觉这个一表人才，然后做事搁认真啦吼，啊对咱的友好同仁，好搁相当的谦和有礼，我咧想讲是不是爱。给介绍一个女朋友，安尼甲阮某讲，阮同公司有一个吼，遮好个优美个青年啦吼。即时阵，请大家拍我一下，优美个青年。啊，拄好呢，阮某讲，因公司嘛有一个啦吼，叫温柔美丽啦吼，嘛是千科园做事真认真个知名小姐啦吼。啊，即时阵大家拍我一下。所以我认为讲，既然这么好呢，所以伫当时啊，迄年可能一百零一，我互伊家己讲，看卖时间长嘞。一百零一，才几月几号介绍伊伫迄个泰山的幸福餐厅啦吼。当时啦，啊，下个幸运草餐厅。有当听种无？无啦，好，没有事。所以，因就真正是真心相爱啦，所以讲的这样吼。啊，自迄阵开始，中啊这段时间，完全吼我拢无过问，啊嘛唔捌甲我讲过任何因的消息。但是听讲伊拢是新庄运动场的演出哦，我嘛是听人讲啦，县民部的消息啦。结果有一天夜黑风高的夜晚，好，夜黑风高了，开始啦，因为。大家一想讲发生什么代志，啊无代志，拄暗时加班，伊甲我讲，李庆甲我讲，我讲凯哥，我要结婚啊，我今日才错着，吼，我就讲啊，哪会这厉害哩哈？吼，我讲厉害啥？就是讲爸爸和妈妈最厉害，吼，伫30当前啊吼，这个名黄李庆，吼，黄家啦吼，李庆姓吴，知名小姐姓李，吼，黄李庆，哦，所以大家今仔日坐啊车，甲伊各自恭喜庆祝一下。好，你来讲。好，我讲这个我唔知道是啥物节目啦吼，但是后边节目应该足精彩啦吼。大家今仔坐到这吼，现场30000+个人吼，要互伊观众祝福啦。所以我认为啦吼，这样子问一下吼，黄爸爸、黄妈妈，因为啥是台顶小心者，没问题啦。你爸爸、你妈妈会使无？哦，看伊两个笑了啦吼，好爽的爸爸妈妈。既然安尼啦吼，各位吼，现场你有扎啥物啦？你有扎手机啊，可以照相功能，咱毋是来围个头前吼，家翕相一下吼。啊，但是要真偌久，这件代志足重要。我毋知阮张副董有无？我问一下啊，副董要真偌久？560就对啦。5分钟啦吼，好，5分钟安尼足好处理的啦吼。啊，无咱即马开始好。好啊，开始的时阵，阿妈让我想恁这段期间，恁应该就有经验了，吼。哦，无无，我甲教是，我教阮某嘛。啊，无啦，安尼场面就歹看啦。好，好，啊无安尼啦，吼，咱来先甲拍拖啊，鼓励一下，好无？好。但是鼓励还袂开始真啦，吼。我画开始，咱就开始真。啊，我画停的时阵，他会使停。新娘抱。新娘爸会使无？哦，新娘爸袂使，因为伊暗时有代志要做，即摆无方便吼，迄暗时较来陪啦吼。好，啊无咱就先开始。啊，你有啥物要求吼？例如我讲话咱卖久啊，爱你啦，好，啊好你啦吼。好，啊无咱就开始好啊吼。咱5分钟吼开始吼，好来，我只要手表啊吼，即摆差不多8点吼，暗时8点20分，咱即摆开始吼。啊，你要安怎进？
你知道？不是啦，这你哪咧真咧？今仔结婚都无意义啊吼！来，对，绝对准，对对对。好，来，五分钟了哈，四分五十九秒，三分钟。哎，爱看热烈点，你就修毛子，没在你笑啦。好，两分钟，一分钟，三十秒。29秒，来9秒钟，来开始把你倒好不好？画开短线，把我的祝福给他们，好不好？9、8、7、6、5、4、3，休停一下哈。很多人要去上班，有问题要问来无？有无？无关系啦。要旋转哈，要亲自旋转，小金旋转，要赶紧修改哈，旋转了。2秒钟，但是我看停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吹一下，好不好？好，停。开始啦！啊，有人要播镜头哦，没有拍照，觉得刚才不好，我再从5分钟再来一次。快！哎，你家己人哦，家己也手啊。好了，我们补个镜头。高不高哦？先请问一下，今天我们的李静帅不帅？